大家都醒醒，开会了。哎，开什么会？应该开庆祝搬到新家的派对。派对！现在宣布新家的新卫生条例，每天打扫一次。每天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哪有时间开派对？应该投票决定。投票就投票，同意不打扫的举手。排长赖皮，这里就你有手。同意不打扫的站到我身边。游泳是要在想用打扫时间去冒险。我喜欢在干净的地方跳舞。票数2-2，那么放脑壳，就剩你这一票了。我的名字叫高智能卫浴温控系统，代号最强淋浴房，不许叫我放脑壳。别理他放脑壳，赶紧投票。台长，连你也。我错了，放脑壳。不对，智能脑壳。算了，我喜欢干净，投给台长。如何？票数3-2，我们赢了。慢着。你是谁？我叫拉吉。你们还没搬来以前，我就住在这里。投票应该算我一个。看上去很眼熟。既然也是浴室的居民，那你投票吧。我最讨厌打扫了，当然支持不打扫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只是票数相同。这下你们少了一票吧。不够。查到资料了，他是污染细菌。细菌？你们听着，我垃圾大王现在是浴室的老大。你别过来，我可是空手道18段。代表细菌污染你们。台长，细菌怕消毒水。想拿消毒水做梦。马大嘴，快用你的空手道！我马大嘴是用头脑的，那就快用你的头脑！抬手！干得好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报复的！我们战胜了细菌，是不是该开个派对庆祝一下？还开派对？我宣布，为了防止细菌再次入侵，以后每天都要打扫。今天的值日生就是马大嘴。我讨厌细菌。下面由我来教大家怎么挑马桶。应该我教。首先是看表面光滑，亮度更高为好。然后要摸，表面整体细腻为好，背面细微摩擦为好。敲击陶瓷表面，声音清脆为好。吸水率越低越好。现在开始是我马大嘴的108个冒险故事。马大嘴，你已经吹了一整天了，够了。我也去睡了。喂，别不理我。马大嘴，如果你说话可以打跑垃圾就好了。马大嘴，你怎么了？马大嘴说不出话了。真是让人拍手叫好了，肯定是因为昨晚话说太多。
没有马大嘴的唠叨，大家今天可以安静的好好工作了。是。是马大嘴，让一下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马大嘴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啊，马大嘴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什么？不，你说我身后有东西。又来捣乱，面壁去。哼。马大嘴，叫你面壁不是画壁，别再给我们添乱了。浴室里有垃圾。没看到垃圾呀、垃圾可能藏在某处，快用杀菌剂进行全面消毒。杀菌剂不见了。说话了、你干嘛把杀菌剂吞了？方脑科不是说要是我说话能打跑垃圾，所以我就想要是我说话能喷出杀菌剂。这个点子果然符合你这个陶瓷脑壳的智商。我们马桶家族根据冲水方式分为直冲式和虹吸式，现在普遍采用的是虹吸式马桶，但不管什么马桶都不要像我一样往里面乱塞东西哦。